你不用教我，因为我都会，所以我们让他感觉很简单吧。Baby 先生来哟 ，Keep the baby， 阿姆里巴克斯啊。我是沙白 ，Hello， 我是美丽。哦，改名哦。啊，今天我跟妹妹在一起，因为我们想说，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帮她坐月子，然后我婆婆也不在，她是专业的，所以我就叫她几道台湾的月子餐，让她在生完小孩的时候就可以马上就是补身体啊，然后很营养什么的。我跟你们讲，她刚开始跟我说，哦，我们要拍一个影片，就是我要喂你吃饭啊，要帮你按摩，就很舒服啊。就 OK， 然后我今天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就说好，我要教你怎么做菜呢？我已经帮你切好了，因为你是孕妇，已经够辛苦了，所以我帮你切好啊。哇哦，好贴心哦。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带着艾美丽煮三道台湾的月子餐，就是大部分的月子餐是用鸡肉或是鱼，但因为我们需要补铁，所以牛肉。OK， 这个是炖牛肉粥，所以先把这几个东西炒起来。OK，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加进去。OK， 先洗手。加油，加油，加油！应该是先把肉放进去吧？不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先放进去，再来最后放肉。What？ 因为这个很饱很饱。要先看 Eric 是不是？是全部吗？对。哦。这个企划的方向是不是有点错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教她老公怎么煮，对不对？对，对不对？对。我现在才想到，对不起。这一道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因为它非常简单又快速就可以完成。你只要把饭放进电锅，然后多加一点水，然后这个炒一炒，其实就有了。所以我很喜欢这一道。I love that it's nutritious. It's got the proteins, it's got vegetables, it's got rice. It's like a very nutritionally sound meal. I think just as an American though, it is a little bit weird to eat for breakfast. I would eat it. If someone put it in front of me, I would eat it. Yeah, but that's the thing is like when I was doing my 月子的时候，我婆婆带这个给我吃的时候，我就好开心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赞哎。虽然不习惯，但是马上就习惯了，因为太好吃了。完食。你生完小孩，你会想煮这个给你自己吃吗？当然 ，Elizabeth。大概一到十分，你给几十分？真的、哦、好吃哎，而且很简单。我最爱的就是简单好吃。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煮午餐喽，拜。我们回来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红烧狮子头，本来应该要是油炸的，但是我们想说用个气炸锅会比较健康，然后比较适合我们的小宝贝 Emily。 她本来是跟我说沙白没关系，你不用教我，因为我都会，所以我们让她感觉很简单吧。好好，那你来，你来，我来，我来，来来，掉进去是吗？可以掉进去，对，好。有嘞，有嘞，掉进去，怎么知道哎？好强哦！感觉很简单啊。Okay, so now what Emily's gonna do is take it up and throw it down to get the air out, and then we're gonna shape our balls. 我上一次做肉丸的时候，我忘记这个步骤，所以有可能我的肉丸没有成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Okay, so we're gonna throw those in the air fryer. Let's see. Okay, 现在要变成丸子的形状。如果它真的办成功了，它就可以直接当沙白了，不需要我了吼。爱美丽白。爱美 ，no， 爱。爱美白。爱美白。因为我们很白。No, thank you. 啊，有点好笑哎。她刚刚我们吃完粥之后，她就跟她老公说：“对，都是我自己煮的。”然后我想说：“备料食谱，对，都你自己做的，是的 ，OK， 谢谢 ，OK，OK，、okay, okay、是都是。是”我们刚刚在讨论说这个是 Emily 的中文挑战，但其实也是我的中文挑战，因为我来美国真的是完全就是哇！是 ，Is this？ Oh, hi, baby. I brought you a drink. She drinks four of these a day. Keeps her going. You're confusing me with you. And the baby's inside like, yo! Keep the baby healthy. Unbelievable. Will give you wings.
Get out of here! You should be doing this, you know. Yeah, you should be cooking. You should be doing this. Baby,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walk. I'm going to be sitting on the bed like this. No. And I'm just going to need food to come into my mouth. Ah. She's not wro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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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so now Emily 要把高丽菜放进锅子里面。然后炒一炒之后，我们再加我们的肉丸跟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十字头，还有我们的这个冷水，然后最后再用白菜把它盖住。OK， 我们的十字头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吧？第一次做的，我觉得、OK、还算成功啊。我觉得跟我们看的食谱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看起来蛮赞的，就是第一次做算成功吧。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是要拿给你，你孕妇不要动那么多啦。Okay. Oh, 对，了解。不要动那么多，可是我还是要教你怎么做饭呢、啊。对。OK， 来来来，我懂。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而且味道闻起来蛮香的。Cabbage is my favorite. Also, it's like one calorie, so no judgment. 你怀孕不用算 calorie 好吗？我会担心哎、欸，脸已经变胖了啊。我的脸也变胖了，我没有怀孕呢、欸。我是吃的都一样啊，可是还是会变胖，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的体质哈，我们的身体是不会那么胖，但是我们的脸就是会胖脸，会胖脸。可是我听到他们会说，就是你 your body will retain 150% of water， yeah， which is why you get fatter。要生的那一天72公斤，然后我生完小孩3公斤嘛，然后一些水啊什么有的没有的3公斤，所以我生完之后马上就第二天或第三天就66。Okay. 然后我坐月子的时候又瘦了6公斤，因为我一直就是流汗排水、嗯、对，所以你不用担心太多。好，那你觉得高丽菜的味道怎么样？好吃，好吃哈。我觉得我煮的最棒。通常煮高丽菜就是比较清淡嘛，但是这个它的味道比较浓，比较有吸收到它的调味料，我觉得不错。我觉得加这个 cilantro perfect。 要哈，你下方留言告诉我说你会不会怕香菜，那你会再煮一次吗？会啊，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复杂，这个 steps 你都帮我准备好，我都不记得。哦，这个其实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如果你生完之后，你就交给我就好。OK， 这个我可以，对，很会，交给我就好。沙白，沙白，我需要。我肚子饿饿，你只要记得 lion head 就可以。哦、lion head。好，那你觉得给他几分？10分。真的、欸、感觉你很适合去台湾住那种月子中心、okay. 然后每天都被喂饱饱的，然后在那边哈躺着休息。不好意思婆婆，需要你的帮忙。对，好，那我们吃完再跟大家见面哦。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吃月子餐，然后讲小孩的东西，所以 Emily 就很开心的说，嘿，那我们要不要去看育儿用品，就是什么推车啊、气座啊什么的，她就很开心，所以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去 Target 逛逛吧。这个也太可爱了吧。 Oh look at this, that's so cute。我很喜欢来这里，就是看看小孩的东西。虽然我自己没有怀孕，但我很喜欢来看，就是东西都好可爱哦。你看，像这种东西才5块，啊，太可爱了。我女儿小的时候，我有买这个给她，结果她都没有用。Eric 刚找到一个超级酷的东西。我们在台湾都用 dehumidifier， 在这里是用 humidifier。这也太干了。你看还有这个。这个超好用的，坐月子一定必要。What'd you find, Emily? My car seat. This one has 4,000 reviews, 4,000 plus reviews just on Target.com alone. I didn't even check Amazon, but it's literally 5 stars. I found not a single bad review about it. Wow. And it's called the Clio Forever Deluxe. Oh, Emily 会一直去研究很多很多的产品，然后看哪个是最好的，觉得很棒。当时都没有做过。But this one's also great because literally 4 pounds to 40 pounds, you can adjust the way the seat sets and then you can turn them back around. That's what you really, really want? This is what I want. EE has to get this one. Wait, no. Wait, I'm not EE. I'm EE. I'm this baby's EE. There's no different name. That's literally the name. I'm the EE for this baby. But I'm EE to L, so you have to be like some kind of other EE. There's no other EE. EE prime. That's a math joke.This is my absolute favorite aisle. It's all the baby clothes.
I love it. Good. 你好。哇 ，that's so cute. 我们刚刚买完一些小孩的东西，然后想说我还想送 Emily 一个礼物。真的假的？就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给你一些小建议，一定是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坐月子是他的目标，是让妈妈可以休养她自己的身体，吃好吃的，然后休息一下。因为生小孩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记得那时候你感觉老了十岁，老了十岁。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可以送 Emily 一个礼物，除了送小孩礼物以外，我想送他这个，它是 Foreo Luna 4的一个洗脸机，然后超好用的。那是你跟 Eric 会用的吗？对，那是我们在用的，然后我觉得超棒的，就是我的皮肤现在变得超好，因为我会搭配 Foreo Luna 3跟 UFO， 然后一起使用，所以我想送你，因为我想说你一定会忘记照顾自己。看我长痘痘今天，你长痘痘，所以你看你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OK，Let's、okay, go。现在已经是晚上了，我们第三餐要做的是牛肉烩饭，这个我超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类似像牛肉面，但是它是饭，它不是面哦， oh. 所以真的会很好吃，我觉得你会很喜欢。我最喜欢看 Emily 很认真在煮饭的样子，超可爱的。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 Emily 有在煮饭，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搅拌东西，或者是他那个手势，他都抓得很认真，就是有在煮，有在煮。干嘛？给你 compliments 不行哦。好笑的 compliments。好笑的 compliments 吗 ？Wow, you can tell Emily cooks. 现在肉差不多卡卡了，所以可以把白萝卜、萝卜跟番茄倒进去，然后再来加一点砂糖，然后再炒一下下就可以放进压力锅了。那我们现在加一点点、一点点的番茄酱跟酱油。It's gonna be good. 放进压力锅了，让它有一点压力，哈哈哈哈哈哈。我们现在把卤包放进去，然后再开始用压力锅。现在我们用的压力锅是这种美国很流行的 Instapot， 它可以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 I love Instapot。但这个不是业配哦。完成了我们第三道，就是我们的牛肉烩饭。我觉得我现在很兴奋，因为闻起来超香的。你先吃一口看看。妹妹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所以她说好吃就是好吃哦。而且我很挑食。对，她很挑食哎。那你今天这样子比较下来，你最喜欢哪一道？第一吧。第一吗？因为简单又快，对不 对？最快的。我也是很喜欢第一道，因为我觉得很快，而且像那种在家里会来你家，然后帮你坐月子的那种月嫂，他们就是会煮这种简单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听说啦，我不知道，因为我婆婆是我的月嫂，所以我不知道。还是你来美国当你的月嫂吗？哎，帮你坐月，还是你来台湾去月子中心？欢迎叶佩。我是美食啊。哎，对耶。哇。好吧，那我还是要回来美国当他的月嫂咯。但我觉得就是今天吃蛮多的齁，坐月子就是要吃很多。对啊，真的很饱，想睡觉齁。哎，可是不行哦，你要先去保养才可以睡觉哦。你要帮我用哦？当然啦，我要帮你用啊。OK， 我可以。好好好，我帮你用，我帮你用，走啦，走啦。这是我们刚刚在超市帮 Emily 买的新的洗脸机，这是 Foreo Luna 4， 这是 Foreo 新出的一个产品，然后它非常厉害，我觉得 Emily 在怀孕的过程非常适合这个产品。那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咯。你拿出你的手机，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连上，就可以开始洗脸咯。想说今天是要服务 Emily 的一天，所以我帮她洗脸，也帮她按摩，也帮她顺便敷个面膜，让她舒服的去睡觉咯。This feels amazing. My face feels so clean. It's amazing, right? It is. Oh.Thank okay. you so much. Yeah, absolutely. Okay, now check this out. This product is so cool. It's from the same company as Foreo, and it's called the UFO 2. So what it does is essentially it's like a sheet mask, but instead of spending 20 minutes, it expedites the process. So all you have to do is use this mask for 2 minutes.
This feels so good. Especially because it goes like hot and cold. Yeah, the heating and the cooling feature on this thing are amazing. It's one of my favorite beauty products. 这个很棒，对不对？嗯，是不是要听姐姐的话？哎呀，你只比我大17分钟，你少来了。好了，你休息休息，冷静冷静。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机会可以回来帮妹妹坐月子，所以今天先教她简单的几道可以让她在刚生完小孩可以自己弄一下，或是可以教她老公跟婆婆帮她弄一下也可以。那如果大家有任何跟育儿有关的建议，或者是有很不错的月子餐的食谱，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让妹妹知道说哦，有更多月子餐可以做，或者是听大家的意见。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出去。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我们小家庭的互动的话呢，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还有 FB。谢谢大家，拜拜，下次见喽。